而且你只要敢打枪击事件，我就把它往身份和动机的方向去引，最后的结论就是仇恨言论。而仇恨言论的源头，最近几年或者说过去4年到8年时间，就是你们这帮搞民粹的极右翼煽动起来，这是个黑锅，巨大无比的黑锅。就这次总统选举啊，如果到最后就比较顺利的像从现在按照这个节奏下去，那不管到最后特朗普选得上选不上，共和党已经姓特，就特朗普完成对于共和党的整体改造，这件事没有什么争议。